我叫高山，2007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。我加入香港中乐团一年多了。小学的时候，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吧，老师让我们加入业余兴趣小组，碰上了武汉音乐学院敲击乐的教授，从此便接触上了这样乐器，然后越学习越开心。我觉得敲击乐器能带给我很多不同的快乐，给我很奔放、很向上、天真、活泼，很每天都过得很开心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很喜欢这样乐器。现在给观众带来的是墨西哥舞曲两个片段。他这首乐曲当时在墨西哥是家喻户晓的，家里的从爷爷一直到孙子，每个人几乎都会演奏这首曲目。然后他们在一起合奏的时候，能感觉到这首曲子给他们带来开心、和谐和快乐。首先很感谢总监啊、前辈还有老师给我的指导和教育，让我不断的提高，同时也很感谢香港中乐团给我这样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，同时我也把它当作对自己的一次锻炼，争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，不断的进步，做到香港中乐团的使命宣言中的那一句，追求音乐至高境界。